今天想跟大家分享的就是这个顺北，顺北一粒一粒的，这个加了很多很多剩料，他们传说中就是说拿来冲凉，就是把不好的东西、煤气不好的东西会冲走，但是好的东西还会保存着。就像我们念经啊、祝福、给师傅点蜡烛啊、给师傅放金箔啊，冲，因为很多人冲凉冲花水，冲花水会好的、不好的会冲掉，但是这个就是。泰国北方他们都会拿来冲凉，跟人家信徒洒圣水，其做法事都会用这个送鬼，就是把不好的东西赶走。连我们身上有的东西会增加两倍，连还有加了很多圣药，连可以在这个月圆，在二十号，这个月一月二十号的晚上可以冲凉，因为这个二十号是月圆最怕老虎咬月亮的日期，最盛旺最圆满的，也是怕看，可以拿这个来冲凉，就是我们冲好凉了才冲下去，放在水里面半个钟头，就是我们冲清洁了过后才放才拿这个水，我们放进去的时候给它溶解过后，尽量可以的话等到半个钟头，可以的话再是一点这样磕头，月圆尽量月圆了照一照月亮，那如果没有月亮的话没办法，我们也可以冲的，这个是很好的送鬼。然后当天晚上我们的人也是说我们先讲老虎咯，这个老虎它真正的老虎它有咬太阳跟咬月亮是两面的，照顾日月的，然后跟大家分享这个比较明显的是，但是我穿了最近比较热气，这个是它咬着太阳代表孔雀，月亮代表 rabbit 两面的，然后还有这个师傅很慈悲做了这个怕老虎的落翁，还有这种就是亚金的 money， 想跟大家分享怎样用处，因为我们人生中一睡醒早上晚上一定 必定要经过的，那所以早上的话怕老虎咬早上的月亮，就是说早上的太阳就是给我们有财运有声望，就像印度他们很多人都会早上拿水放在手上，要求看着东方太阳升起的时候，像五六点它的月太阳是比较声望比较橙色红色那种，不会刺眼，那就拿一杯水放在手，还是拿一杯水请求月亮请求太阳的力量，然后我们才拿来喝，拿来洗脸，就是靠太阳的起身的力量给我们有佛光普照，心想事成，人缘求财求房求事业求神成功求胜利，这个是早上。那晚上的话就是辟邪辟僵辟鬼辟僵头，就是我们身体不舒服啊，有病啊，连怕人家做我们降头啊，好像犯到东西啊，我们可以晚上用晚上的经文，用怕老虎晚上的力量来帮我们化解。但是送鬼的多数是在晚上才冲凉的，就是在月圆的时候冲，连普通日期也是可以冲，尽量不要在死日，这个月一月的死日就是蓝拿的死日，就是在星期三跟星期五就不好。连假如说你出生星期一啊、星期四啊、星期六、星期日啊，你就可以拿来冲啊。那还有这个呀，金纳玛尼就是起死回生的很好的药。如果有接触泰国佛法的人，都会了解这个金纳玛尼真的是很难找。因为本来是这样大块的，因为旧的很贵。连前几个月师傅有一个师傅加持很慈悲做大块，那我们可以自己拆开。我有一个 video， 到时候跟大家分享，可以拆开做了小粒，一片可以做了差不多九粒十多粒，看自己的的能力，可以戳开来来分几次，也可以分跟家人一起吃。这个呀金纳玛尼真的是不简单的，要分享。然后这个落翁，这个落翁有两个颜色，很慈悲的师傅这个代表日跟月，太阳就太极阴阳平和，就是我们的人生就可以早上我们可以念它经文，就是乌爹达恩，就是太阳的光，就像现在太阳的光，我们可以求太阳的光来保护我们自己，念了他的经文，如果可以的话就在早上五六点六点七点八点的时候，他的太阳的力量的光我们可以用眼睛看，因为没有刺眼，你过了九点十点的话太阳的光会刺眼的，会比较痛，所以希望大家有这个秘法可以自己修，因为我们人生中必须过早上跟晚上，一睡醒一定早上的，晚上要睡觉的，所以这个精华这个秘法师父有传的话，我们可以自己去学习这个去念。连当天的时候我们要冲早上假如说星期二十号早上我们可以先吃亚金纳曼尼，连然后晚上才吃送北也是可以来冲送北也是可以，连还是我们冲完送北了过后我们才吃金纳曼尼也是可以，因为金纳曼尼如果我们在晚上吃的话，我们可以就是犯到东西身体不好有病有不想不愉快的事情，我们吃了给它化解，
那如果早上的话，因为怕老虎的力量就是早上跟晚上，那我们可以用这个秘法来自己安排。那我们晚上吃，就是把我们不好的东西化解了过后，我们早上又再吃，吃的话就是早上请求盛旺、成功、胜利、心想事成，自己去安排了。啊，这个的用处跟大家分享。然后这个老虎，我这个现在每天都带着，很盛旺，就是说自己早上可以自己修，念早上的经文，来给我们有光。那我们可以拿来求了过后，我们可以手拿一杯水，还是有自己家里有那个碗，有圣水的话，就可以拿圣水放在手，来看着太阳，接受它的太阳的光，念乌帝太阳三次、九次、十二次，你喜欢，然后来洗脸、拿来喝也是可以，念自己去求。因为毕竟师傅不能每一次在我们身上，那我们可以自己学这个法，自己修，让我们这因为身上的地方，这个东西都是在月圆之下念经的，这些全部都是在月圆之下念经，所以我们可以看到月圆之下的力量真的是很伟大。那所以跟大家分享，这个我们可以帮到自己，而不是一定要去找到师傅，因为师傅在远方。因为我们坐飞机的话，一笔钱，那我们自己为什么有师傅做好的东西，我们可以自己拿来自己求，我们可以在网上念经。啊，好像这些不服啊，我们可以在这个时候自己请求。好像我们有四个生物可以在这个晚上求，还有这个人缘糕，很棒的人缘糕，我们都可以自己在这个月圆的时候自己去求。所以希望大家自己可以帮助自己，还有这些老虎。就想跟大家分享的是，在来临的20号，我们可以用送北冲凉，我们可以自己用这个月亮的月亮之光来请求自己的祝福，除障碍。因为我们可以同时间也可以吃金兰曼尼，那还有这个德国跟大家分享日夜精华，刚刚说到的，就是说我们不管一定要出早上睡醒，晚上的时候一定要月亮、太阳光、月亮光一定会有的，所以这个法门有机会可以自己学修的话会很好。那所以记得晚上可以冲送北，那也可以晚上可以念这个经文啊，还是吃金兰曼尼啊。老虎的话，我会跟大家分享这个经文啊，如果有机会请到这个怕老虎的洛翁。若我们完整圆圆，因为地球是圆，太极是圆，太阳平太极平衡，跟大家分享，所以很好的。那还有金兰曼尼的药，我们可以练，要吃的时候我们就用心求，放在手上，拜好神也好，放在手上，用心去求。不贪边药，贪忙边药三康入海，就是说，第一不贪边药，二贪忙边药三康解决啊，我们可以求我们的病。可以求我们的事业，可以求我们的愿望阻碍，我们自己靠自己，这个神圣的加持力，所以希望大家可以自己帮到自己，很好的圣物，记得哦，在来临的20号，我们可以用这个松柏放水冲凉，然后我们可以吃金兰曼尼，那可以自己修法念经，因为像库巴迪姐说过，我们除了给师父帮我们祝福都好，点蜡烛都好，我们自己可以知道自己的出生的生日宫，我们自己可以修自己的秘法。自己修，然后给师父祝福会更加好。毕竟我们给自己肚子饱了过后，我们多拿那些东西来给我们自己会更加好。就像说，今天我们没有钱，连拜拜了过后，我们有钱了，我们就有钱来买好的衣服啊，买好的电话啊。好了过后，我们就可以买好家、买车。连多余钱，我们就开始可以做布施、做功德，去帮助老人家、帮助孤儿院。连多余钱，我们就可以做建庙、供真来做功德。所以希望这些东西可以帮到大家，好像就是这个送北记得是把不好的东西冲走，然后我们身上有好的东西会增加2倍，而不会损失。因为我们有时候我们走在天桥下，人家高楼大厦有晒衣服的，我们会不知道，因为他们就会省的意思就是我们的力量会减少，从这个呢就给我们增加我们的力量，然后又怕老虎。这些怕老虎我相信每个人都可以用到，因为是说日月精华一定大家每个人都会需要的。那还有就是这个金兰曼尼，金兰曼尼是起死回生、风生水起的这个天药、圣药，所以有这个秘法，自己可以自己修的话，有经济能力还是自己有机缘的话，这个必须要看到自己的机缘。所以还有这些佛牌，我们自己可以在月圆之下可以多念经、多加持的。希望跟大家分享到这一边，功德无量，洒脱洒度，希望大家顺利吉祥、心想事成。记得就是晚上就是我。不好的给我们化解除障碍，好像有病除病，然后假如说我们要运好的话，我们就靠早上的力量，就是太阳的力量来保佑大家，就像现在太阳的力量来跟大家分享，祝福大家心想事成，吉祥如意，兴旺发达。